著名爆料博主马毅再次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议，因为他爆料了肖战将会加盟湖南卫视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《生生不息中华记》，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关肖战参加综艺节目的传闻，但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官方宣布这一消息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肖战最近发表的新歌《同路人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，不断刷新记录，甚至登上了音乐榜单的前十名，捷报频传，使粉丝们倍感欣慰。根据马毅的爆料，青年演员和歌手肖战将以录制嘉宾的身份参与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。尽管这尚未得到官方确认，但这一消息引发了众多粉丝的期待和兴奋。对于这个消息，我们也应该保持谨慎，因为官方尚未发布任何相关信息。不过肖战的音乐新作《同路人》在上线后创造了多项记录，迅速登上了音乐榜单的前十名，受到了极高的好评，这也再次彰显了他的实力和温馨治愈的音乐风格。从粉丝们的热烈反应来看，大家对肖战的未来舞台表现充满期待。尽管关于综艺节目的传闻可信度较低，毕竟肖战一直致力于演艺事业，但我们也可以期待他在不同领域的表现。作为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肖战的加盟活动如中国北京电视剧盛典也值得期待。总之，让我们共同祝福肖战，并期待他未来将带来更多好消息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肖战的演艺事业将继续蒸蒸日上，我们将陪伴他共同前行，不忘初心，坚韧不拔，追逐梦想，期待他的未来更加辉煌。肖战的未来可期，他将持续努力不懈。